形金刚救援机器人英雄历险记危险，格里芬洛克正在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，我们得团结一致拯救大家，并找出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。机器人出发，去拯救那些灾难中的居民吧。不好，到处都有灾难发生，这个城市需要我们。实验室附近的雪崩，选择两个机器人组成一个完整的队伍，追捕刀刃。机器人出发，向雪崩中的实验室快速进发。一场雪崩将科学家们困在了格林医生的实验室，去营救他们。向下滑动按钮，开始变身。好的，刀刃，我们得立刻把这些人接上来，把他们送到停机坪。左边有两个人正在呼救，我们赶紧去帮忙。上面还有两个人在等待我们救援，我们需要加快一点速度。好险，差一点就来不及了。快看，上面还有一个，我们要赶在房屋倒塌前赶紧把他救出来。太棒了，谢谢你刀刃，还有非常多的拯救任务等着小朋友呢，快点跟随变形金刚们去拯救城市的居民们吧。